进，不看了，不这个时候放宣传片，我操！不看了，不考试的呀，这宣传片还没赢到 IG。我看 BP， 看 BP。这边直接ban掉了机枪兵的 Lina 是 OG 的先ban先选，那猴子大圣就妈呀，说这木马吃，把人打晕了。有小狗了吗？小狗一直都有，大圣感觉还是不能放大圣。大圣 OG 先选啊。大圣炼金，大圣。大圣 OG 要拿吧 ？OG 应该是一选大圣。大圣这个英雄放出来不点，确实也挺奇怪的。OG 拿大圣的话，IG 会拿什么呢？土猫，土猫要加一个吗？土猫隐次选一个，他们不一定要拿土猫。我觉得要么就直接大鱼小狗算了。哎，我感觉隐次不是万大了，他还在针对对面有个野区点。他要么就大鱼小狗或者听可加一个。三只手再拿隐次，拿不到就算了嘛。你没野区点，我最好这一把应该是打狗了，狗或者剑圣选一个嘛。我建议他们两手 BP， 一手大鱼狗，一手 TK 加土猫。刚才休息的有点久了 ，OG 缓了一下。备用时间。TK 土猫都不错，都不就这几个英雄嘛，小狗大鱼对吧？小狗大鱼两个组合，又没猛犸了，没猛犸的话拿剑圣没什么搭的，如果有猛犸就剑圣猛犸，没猛犸的话大鱼狗 TK 土猫都是可以。 IG 也在思考，他们可能觉得看对面有大圣的话，中路放什么英雄比较好 ？TK 好像没那么怕被大圣游。TK IG 这次胜率并不高，好吧。但是 TK 中期有点怕大圣。猫加一个，还是猫肯定要点的，因为不拿三四头要被办的。土猫听课，猫小狗吧。TK， 我土猫剑圣，这是 IG 比较长度的。还剩十秒，军团指挥官。哦，军团，这种小学生绝活之军团有套路。军团如果碰到猴子挂他，他也玩不了啊。他可以打野，然后做一个防猴野嘛。还剩。能打军团是需要有一个后手英雄的，对吧？被他决斗最好是能够救一手的。一般都会选吗？防一手。看一下后期，不敢拿密团，还不敢拿。我记得拿了大圣之后，再想拿不拿沃洛克，还是说谜团？看他们考虑啊，这把他们隐私拿不了了。现在 BP 就不是常规 BP 了，已经。我觉得应该是点大哥这一手，加三号位。大哥 ，no 太玩的大哥也不多啊，什么 TB、那家没了。罗泰亚能玩的大哥不是很多，幻象系的。TB 某种意义上还是比较怕的军团的呀。直接打个火猫。火猫。啊，估计要把机枪兵的听歌给按了他们。还剩十秒。还剩五秒。备用时间，感觉 IG 还是要小心这边后面第四手补谜团。IG 这边谜团哦办了，谜团被办了。那OG 估计还是会针对机枪兵搬掉 TK 啊、蓝猫啊。TK 应该会办，应该会针对机枪兵的。而且火猫中路 TK 打 TK 不好打呀，还是把 TK 蓝猫啊，他如果要针对的人干脆都办了。哎。
DK 蓝猫。那么 IG 要防对面什么英雄呢？有军团，好像没有那么怕 TB。TB 满防军团的人马吧，我觉得前四爷的人马。八十四爷，八十四爷，帕克。就是四爷的人马比帕克还要厉害。帕克不是很怕吧？有土猫在还好。看 TB 那阵的话 ，IG 很有可能要拿小狗。对，他搬 TB 可能就是狗了，或者剑圣嘛，剑圣也是可能。狗剑圣两选一嘛。他把 TB 办了还是？因为 Notel 玩的大哥确实是不多的，我们经常可以看到什么小娜迦 TB 这种幻象系的，包括米波。Notel 会玩什么呢？搬 TB 应该要搬狗呀。因为现在大鱼还在的。大鱼还能拿吗？大鱼这把不太好拿，除非军团是走中，走中可以拿大鱼，但是会形成一个四进战。能拿是能拿，好吧。大鱼不太好，不太好。会四进战，你拿大鱼就是大鱼果四进战。我感觉这把剑圣的可能性比较大，因为狗没有什么特别好的车，蓝猫还是被办了，挺可能吗？针对了机枪兵，那多单机枪兵会玩什么呢？黑鸟呀。黑鸟呀。黑鸟剑圣。这是我原来的影魔也不错，影魔不是专打火猫的吗？影魔是专打火猫的，但是机枪兵有大圣，有大圣，黑鸟比影魔打的稍微多一点。埃及还拿了一个团购沃洛克，强烈推荐拿黑鸟，好吧？埃及，机枪兵黑鸟打的比较多一点。影魔中路打火猫好打，但是有个大圣啊。机枪兵打不打卡的？打的好少，打过也，但是打不多，真的很少，印象不深刻。讲道理，决赛还是用顺手的吧。顺手的就是黑鸟呀，玩的比较多的。鸡这里辅助感觉，哎呦，紫玲珑绝活，各种绝活是亮了出来呀。OG 这一把，这一把 OG 的 BP 就把感觉就比之前要舒服一点了。OG 的紫玲珑胜率也是非常高的。输过没啊？输过，昨天好像输了。影魔呀，影魔，影魔打火猫，一毛病都没有。你这边有猴子，我这边也是个猫呀。OG 死灵龙借出来之后，会拿一个什么样的大哥？三号位人马，三号位人马。还剩十秒，感觉他们这个阵容需要一个人马，因为前面三手都是比较偏脆的。如果再补帕克的话，而且人马有了 A 战之后，军团决斗他也可以开大嘛。对，人马好 ，OG 确实拿人马非常好，没有什么好的。四爷的人马，姐四爷人马玩的也好，应该是人马的，多个前排扛一下，否则的话 OG 的阵容是没前排的。不拿就要办 ，IG 就要办 ，IG 反正有不拿肯定办。不拿必搬呀，兄弟！罗泰尔，我们都不知道罗泰尔玩什么，他们不想自己都在想，补王，那现在人马就不用办了。那个罗泰尔的英雄，那罗泰尔玩什么呢？罗泰尔的绝活什么米波斯温？米波拿不了，斯温的话，斯温有可能的，这把真有可能拿斯温的。斯温挺怕军团的，但是。很怕，有点怕军团呀，被决斗。军团开个刃甲，直接决斗，跟你一换一。不敢让你拿剑圣呀，就这种火猫拿了。拿小狗呀。但小狗可能会被ban。小狗，而且这把小狗没什么好车。这把。火猫军团呀。这 C。美杜莎。这把 IG 的 C。就小狗呀，没毛病啊。IG 的话就是剑圣小狗选其一嘛，他想好了。OG 如果扮小狗，让你拿剑圣，他用斧王去打剑圣，就蛮恶心的。IG 的 C 选水人怎么样呢 ？IG 水人太拖了吧，这种。水人有点拖了。拖了，太刷了。河太多了，感觉。军团又太多了，太多了。军团，而且这把一般剑圣小狗嘛。VS 呢 ？IG。他把小狗给办了，他就是合资的话，我觉得拿个 VS 不是不可以的。罗跳可以拿 WS 选个打架 C 嘛 VS 德鲁伊，这个手和冷门啊，请天辉方选择英雄，好久没见过了，好吧，我是推荐拿 VS 的， VS 有点克德鲁伊，而且以前换位换过来打，那这一把小学生的经济很关键呀，小学生不肥这个阵容他上不去，
我觉得很难肥，这把有大圣挂塔，无烟是剑圣之一吧？还是、这把剑圣很难发挥，好吧？剑圣不好，这把很难发挥。他拿这个斧王或者蚂蚁，蚂蚁剑圣，你看见一个斧王抢点很蠢的。蚂蚁也不行，蚂蚁怕斧王呀，兄弟，蚂蚁怕斧王和火猫。或者说继续幽鬼，幽鬼肯定不行了，老哥。幽鬼肯定不行啊，幽鬼不行这把。又是 VS 或者剑圣，他肯定是 VS 或者剑圣中之一。VS 好，这把大哥 VS 看他怎么选了，因为逼神剑圣打斧王，他出那些肉装也没有。IG 其实还是挺注意前期的一种战斗力的，不是 VS 就是剑圣的他。VS 就是大哥 VS，大哥这样的话阵容很舒服。我就看着怎么看都是 VS 好，打德鲁伊 VS 有一星换位，这把不肥的，因为他不会很肥。VS 把德鲁伊换过一个绝招给了呀，德鲁伊怕 VS 呀，而且术士还一手大打反手。但问题来了，他是啪啪熊呢还是射击熊？我觉得这个版本啪啪熊厉害。我也觉得啪啪熊厉害，我要打德鲁伊，我现在都是打趴着的熊的。这个其实你仔细一看 IG 这种守塔能力一般呀，消耗一个压倒性胜利啊，军团那个。我现在打德鲁伊都是打啪啪熊的，不射击的，射击的很废，射击的不行了。这个版本辉耀这个道具厉害，加上到天赋现在改了嘛。对，他现在的熊比以前厉害很多。你要想 IG 这边物理输出是很高的，有一个辉耀是能打很多输出的。对面阵容，这把 OG 阵容也拿得舒服。啪啪熊，趴着的熊呀。站着的熊被 VS 一换人就没了，我还没见过啪啪熊。现在最近的比赛，最近德鲁伊就没上过，最近只有射击。我感觉不管你是站着的还是趴着的，换过来肯定他是削了那个德鲁伊的那个 R 吧，是变成有 CD 了，以前可以一直用。对，以前是无缝链接，无缝用，是五秒钟的真空期。德鲁伊这个英雄其实是个不稳定因素，具体打得怎么样我们可以看一下，没玩过也没见过，不知道这个英雄在现今的版本能打出什么样的效果。剪甲石出门，这个老铁跟人不一样。逼神看到了猴子，我也是剪甲石出门，因为现在边路人家毒球一起买是吧。对，边路买不了这些东西了，买不了剪甲球了。德鲁伊其实要厉害一点，怎么厉害呢？他打那个小熊带装备，带基础装，比如说给小熊带剪甲石、毒球、鞋子，再加一些小电锤等等之类的装备，给小熊多配一些前期装备。德鲁雕，可以看一下 Notile 怎么打的吧。这个甲眼是刚好封到了眼。小学生还是准备先混一下线，然后去打野啊，是吧？他没有买穷鬼盾。S4 小学生这把不能穷，好吧？是混线的吧？他穷了很难打，打野就是狗爪了呀，直接。小学生先混线嘛。他把狗爪拉下来了，他会看，应该会看。这里发了个信号，说大圣这里插眼了。土猫身上是有针眼的，等会可以过去反。先卡兵。小学生要抢图。这一把 OG 打得聪明啊，他是选择让德鲁伊单军团。小熊没人，他不可能比人快。小熊抢不到斧，跟人抢的话。小熊抢不过，从来没抢过。跟人抢是抢不到的。对，他反应慢点，对吧？他们这样，钢三是很聪明的一个打法。OG 这个打法就是德鲁伊单军团会有优势。有 W， 来一个 W， 把兵勾。中路这个眼，土猫能反到吗？德鲁伊也不怕呀。土猫直接帮影魔健身补魂，这样的话影魔会比较舒服。对，也要补的呀，魂补起来就起飞了。帮影魔补一波兵就够了。猴子，这边对沃洛克打球，还好没有毒球。没毒球，一发 C。死了老，我的天！好呀，死灵龙呀，满 C， 他绝活死灵龙，他刚刚的 C 是积满了。毕竟绝活啊！刚走不掉吗？这不是没毒球的吗？
直接被 A 死了呀，被减速了呀。No tell， 他这个双超还挺厉害的。哎，中路影魔的魂也不是很多，健身了一下，就四个魂，漏了一个。他把兵都拉到这边来了。他就打这种，他双超好厉害，我感觉。那米波什么的，多超哥他是多超级。本来那波兵是要进塔的，他直接把那波兵拉过来了，然后兵线在这里。那军团难受了呀。对，军团很难受。被打过去了。开锅了吗？开过去了，开过去了。打野。状态打不了。他打野了，只能说 Notel 这个对线，这边波波卡没必要跟猴子 A 啊，猴子有穷鬼盾 A 个毛啊？对，把猴子也肥啊嘛，500多块钱身上。那这样的话，上路德鲁伊无解肥，那细节好。老哥练过的呀，老哥把兵全中路这边开火盾。影魔一级影压是压不到的，我才两级，他不是很怕，他三级了。这老哥有套路呀，又在空心。他小熊控制的特别好，我看了。哦，踢回家了。踢回家补。中路这边隐身的土猫，我这边没有三级，没有两级，土猫要等两级，有两级等个土猫吧，不等土猫吗？三连炮。先耗点血，先耗点血。等土猫两级。有踢，有踢更好耗，直接踢回来。哎，扛一下塔。吸金塔有没有机会吸金塔？啊，一级，他要经验呀。有机会杀了，有机会杀了，已经。哎，有机会，滚！哎，死了，垃圾，鸡。哎呦！打了一下，不然打了鸡就完美了，破费了就。这波影魔可以说是单杀了。那鸡上面好像有个血，好像杀了鸡血钻，杀了鸡血是也有点快。火妈逼了一下火妈走位嘛？对，逼了一下走位。我们拿到了什么？军团应该是打了不野，比他比德鲁伊还多。打了一圈，42，42。哎，你别说，军团的经济还比德鲁伊高，现在差不多。这么早就切经济了吗？好像是德鲁伊补刀漏了很多，如果没看错的话，他漏了很多刀。这个老哥只有15个刀，怎么可能嘛？是的，我看了一眼，你知道吗？后补漏刀了，又漏。哎，我一看他就漏一个，他漏了好多刀，三分钟这个时候。我看差不多快有30个刀了，四分钟，起码6个刀了。别猴子来到中路，他得漏了快一半了。又漏了，啊没有，漏刀狂魔。这个逼漏的有点多的。中路猴子一个跳，但这边第一时间是回头了。这种没机会杀的呀，这 bug。您看5分钟应该是40个刀，他现在4分钟只有18个刀，那他最少漏了快20个了。军团那就是线上收呀，打他！哎，你别说，军团这样打比他肥呀。土猫来了，一个锤，接脚踢，踢到 S4， 杀不了，太肉了，杀不了。但是那猴子也在追着这边军团在打，打了4层 buff， 跳上去，完了，这波可能是有危险的。完了，波波卡，波波卡，有点危险。毒球，这猴子没毒球。贴个大药，秀他一波。还好没毒球，我操，有毒球单杀了，老感觉有毒球单杀了。中路这个火猫打影魔，感觉有点打不了了。他补了个毒球，被杀了一次之后。火猫打影魔是这样的呀，火猫打影魔这打不了的，永远正反补。影魔只要把线控好，你杀也杀不掉他。他要杀影魔。杀不了呀，影魔控了线，他杀不了。他现在买了个魂类，永远正反补，好吧，补不到刀。要喊队来杀他，不然的话就是正反补了。看影魔补刀了，一个刀都别想补。看着影魔正反补，一个刀都别想补的。蓝搜，一把的弓补65，还是很好补的。那个招呼上有传，就是用那个呀，110的弓补六十五是倍的攻击。波卡有机会杀这个火猫吗？被眼看到了，好像。啊那。哦，眼位也暴露了。我操，这军团，一大波野怪。这德鲁伊果然是。影魔是6级了，压了火猫整整1级。果然是小剑流啊，德鲁伊。火猫要去打野了，他不想在线上玩了。各种小剑。切经济，切经济。他火猫在线上也是影魔控补，他走不走都是控补。
哇，小学生是无解飞啊，相位了六分钟。来者不拒。无解飞军团。哎，我在下面看见斧王漏了一个刀，一拉上去，德鲁伊又在漏，疯狂漏刀。不是主场呀、啊，气场不够呀、啊，气势不行呀、啊。这边斧王有一个很小的细节，隐身火猫，隐身火猫，匕首是推到安全的位置，但是大球很尴尬，变了。捐了捐了，斧王他的鞋没合是吧？对对对，他把鞋子锁了，这样他不合绿鞋。他没血的时候再把它合成吧。没事，游龙要繁衍。这个老哥专业德鲁伊啊，无限买小剑的。小学生之军团。好肥啊，学到了学到了，我又学到了，好肥，三德鲁伊的军团啊，我操，干嘛这个德鲁伊，我看了一下他无限漏刀，我也看了一下刀漏太多了，他无限漏，他是紧张吗？不知道呀，这边编了一棵树跳上来，斧王也在一脚踢两个，哎，向后两炮，这边猴子被带走，好做还一炮，但是乙魔有点危险，乙魔被带走，波波卡火猫有点凶，能不能把火猫给杀了呢？目前是二换三，原来是还有锤，有锤，不是没有机会。但这边有魂，有魂，哦，没有魂就没机会了。哎，香味鞋，他没有三魂，换过来的 A， 换过来的 A， 先打着，先打着。哎，他就放了一个魂，还是比较稳的。他三个魂应该就死了。不要帮他运个瓶，运个瓶。二换三，死了影魔这波不赚啊。下路恢复，哎，匕神把他一吃，很舒服。匕神也是购买了天鹰剑。这波让火猫收到了人头，把经济给打上来了一点，本来已经残废了。匕神也是早早出动了，太不干人了。天辉中塔，塔的乌鸦。那德鲁伊一个换。军团打德鲁伊还是可以的，有 T 可以解他的缠绕。缠绕对，还在对线。这个时候来了，换决斗加攻击，兵没了。这个兵线警觉了，有感觉到了，老毕。他说这个军团怎么再断兵？老毕感觉到了，但是还是要死吧，我觉得。能跑吗？匕神从上面绕。哎，他好猥琐，他好猥琐。他不露头了。感觉到了，下路比较感觉到了，那这肯定是感觉到了，雷达都少了，军团怎么敢突然这样玩了？他下一波露头就是有队友了，上路，上路也是往上靠，队友来了，提用了这边，三打三，哎来了，先秒德鲁伊，动手秒德鲁伊，没到，德鲁伊红，红的红的还不错，哎，土猫没打到，滚蛋，死了，死，匕神有魔棒，匕神有魔棒，加口血。还是带走小学生没魔了，小学生也要死了呀！一换二，我有点亏，二换一，我操，德鲁伊差点跑了，还好滚到了，有点亏了，因为小学生的经济很高的。火猫起飞了，你看火猫的经济，他被引上来了。大圣也肥了，大圣五级了，还是亏了，还是亏了，亏肯定亏了，死的是大哥 VS 又不是酱油，打飞了对面穷的点，主要是。上路一个双倍，一魔控到。哎，等一下，我到过年。有捆。一个速，吉祥兵。哎呦，节奏不对了。节奏有点乱，节奏有点乱，这段时间节奏有点乱。OG 打的是风生水起。OG 一改前两盘，这盘他们前期打的比 IG 凶。前两盘是 IG 前期的优势太大了，真的太大了。IG 压着他们打。看这个经济差吧，十分钟。主机的话是 IG 领先一 K， 经验一 K。别推了吗？乌洛克有六。中路想推一塔，左推。带队推进老套路。老蔡也是看见中路有人，直接过来就阅兵线就耗塔的血量，小学生也是被打到了上路。
中塔 OG 放了，上塔也危险。上塔有点危险，猴子一个跳，猴子跳，哎，怎么上？他好像喝醉了。送攻击，送攻击，杰瑞克斯，可以。这两个人怎么杀军团？啊，这两个小军团。No tell， No tell， 杀人，漂亮，漂亮，这一波 IG， 杀人，杀到德鲁伊了就关键了。妈的，粉转黑了呀！我操。这波游走把自己大哥游走游死了呀！看德鲁伊的经济炸了呀！你看这德鲁伊，炸了炸了，他德鲁伊好鱼，我看了，好鱼，不厉害，好吧，不厉害呀！他多操确实还可以，他只有多操，他根本没有别的。他不能不露刀呀！他作为一个 carry， 我在露刀怎么打？他只有多操，没有别的。这边福王跟军团也是双双做出跳刀。你打到这个十二分钟，主升身上相位鞋都没有看到，这是什么德鲁伊吗？感觉上路可以推二塔呀。小熊也是没血的，对吧？乌洛克有大，军团也是有跳。这边 OG 反要反拿中，这边 IG 也是破完中塔以后无限提速，已经是推到了 OG 的二塔。哎，升级好像看到了。好了，猴子的灵活性。中塔好像也没了，不过二塔换一塔。中塔守不了，守不了，这边猴子会留人的。三个塔好吧 ，IG 突然提速。二塔换一塔可以的，军团有跳刀的。防隐士跳刀，几条兵魔龙枪。这个线要小心，好吧？现在的三号位真是一个比一个飞。现在三号位其实就是一号位，拿一号位。视野跳刀，想找节奏。这边 IG 是开户绕了过来。B 神也是很有警觉，等队友后面后面，军团崩了，两边都有战场，两边都有战场。弗洛克六级，走到佛脸上，佛跳出来，军团开个 T， 决斗，两炮秒掉，秒掉，土包留人，猴子，哇、哦，这猴子好灵活，他刚好弗洛克 A 了一下佛王，佛王也跳不走了。是的，他应该是自动攻击打球。自动攻击，我操 ！A 了一下，老哥什么鬼 ？IG 再次提速推下路一塔。IG 这阵容确实要提速。前期德鲁伊是废，他这德鲁伊现在是完全没有作战能力。马德这个德鲁伊，我称他为马德。真的是马德，他现在是废的。小剑出的多呀，用雕哥的话说，小剑多呀。小剑多，但是我没他这么穷啊！我现在身上有相位，小熊有鞋子，有大剑，有小剑。刀肉多了，知道吧？他太穷了。别，我这穷啊！我这可惜，我这可惜大刀。打一个花边，哇塞，一套双杀，没死一模，摇大。德鲁伊也是空血，中了致命连接的德鲁伊，敲死他 ，nice。被全都炸了，史蒂龙。凭什么？这边还有个猴子在跑，这猴子一个人在跑。让他跑，一换四推塔，哦操，这个换再回头一个 C 炮，那这一波打完之后 IG 优势 IG 这个团战好打呀，很好打的，这两分钟好吧，打了五千的经济出来。这一把 OG 他最惨的是他的德鲁伊和火猫都不飞，这两个核心点他们都不飞，而且打架还在死。火猫不打算出那个了，飞鞋了。德鲁伊这个英雄他并不是一个后期的英雄，如果他在前中期都没有声音不飞的话，那他打到后期肯定是更惨的。主要他是射击的嘛，他是回耀德，现在虎王他也买不出三千八呀，老哥。这边虎王是想杀逼神，好多猴子有双倍，这一波逼神有点危险，直接被击杀了。我这边也是没有眼的，看到松懈了一波，好吧，松懈了一波，对对对，这一波就是松懈了，被抓了一波，很漂亮的团战。对啊，要去偷塔了，上塔有塔防，开塔防，漂亮。但是这个塔应该还是掉了，还是要没。他的打法确实是给小熊买小电的，但是他是小熊没有鞋子，本熊没有相位。他这种球没什么输出的，现在他就少个人。啊。
洞可这边是在做一个没坑，坏了，插一个恢复头巾。他这个反应，老子直接先手开刀，老两个，老两个，是有板，我有点危险。等一下，我泄了呀，两手，生气了，生气了。在关键的时候，视野跟杰瑞克斯是找到了一波两波节奏。这两波 IG 太松懈了，这一波有点伤呀，不打呀，影魔还要去守塔吗？小心被打起来呀，老哥，老哥想打，买活买活打，波波卡买活，影魔老大也是空板，流火猫 VS 换了个杰克斯，换过来杰克斯要死，好准，火猫火猫锤锤锤，有灵魂，还有魂，好难杀，那这波不赚啊。杀了一个猴子，打活了，还把火猫留下。还、好，把这个塔守住了。顺势打盾吗？顺势打盾了，个盾就赚了，好吧。这个盾，波洛克也是有大招了。小龙这边是探到了 IG 在打盾，打盾稳不稳啊？不能，有骨哦，骨灰也没用。开波去了。泰国要打，我感觉他们要打，不想放。好像猴子好像想打呀，真想打，肯定要打，肯定要打。五毛是奥数，刚才是奥数的，他回来混沌很快，又看到了，看到了，看到了。这边好像打得有点慢啊！哎，小心啊！打得有点慢啊！哎，这一脚踢歪了。小心斧王，小心斧王。速度有点慢。IG。黄的全部了，猴子一个板，火猫出野，我老子打个大招，哎呦，这抢了个，影魔空血，猴子开出大招，这一波，这一波很难打的，对面视野，没，还好，打是还行，但是盾被抢了，还行，德鲁伊斧王都秒了，这波亏肯定不是很亏的，看盾是最大的，好像还想要，猴子一个减速，这场又没留到，目前来说还能打吗？军团有刃甲冲脸，火猫不敢动。这个猴子拿个隐身符呢？是夜眼的，夜眼的，还是太危险了。这一波其实不亏，虽然说盾是夜眼打的，一个 W 秒了，主要是秒了斧王和那个德鲁伊，太关键了。其实这种团很危险，危险是危险，但是结果我是觉得不亏啊，一换三，盾也被打掉了，他拿的盾也被打掉了，但是也不。赚不了多少，因为肉山前是夜岩打的，赚是没赚太多。看经济曲线就知道了，看经济曲线就知道了，赚不了多少，赚了一点点，一点点，一点点，赚了一点点。这边大乔的沃洛克是出了一个梅肯，毕生也是购买了大勋章，杰弗尔甲。这样的话，杰甲就更凶了。不过杰瑞克斯他晕锤快了呀，几波他几波手，他伤这么大，他晕锤了。云锤他们这个团战就有一战之力了。他这个先是留给队友吗？肯定是他的呀，他出云锤了，他给队友。他的晕锤很关键的，他不急。现在 IG 晕锤了，收完回家，一收完就走了。而且他马上十二级，有一个两级的大招 ，CD 变短，攻击力加20。他和弗朗迪他 combo IGS 地方的，刚才那波其实影魔没 BKB， 有 BKB， 影魔感觉也不会死。这一波影魔有现在的话，现在影魔是在是 BKB 了，现在影魔 BKB 了。等这边沃洛克大招，这把 IG 的，你看 IG 的一个思路 ，IG 是要上高的，土猫在做笛子，沃洛克没可，逼神大勋章，全是团队装，上高的出装。哎，这边刚插的眼直接被反掉。Quickly game， 团队装啊，全是团队装。神灵龙是购买了一本经验之书，哇、哦，他等级好低啊，他才九级。这样的话，他学个加钱天赋。下路塔拿掉德鲁伊，看一下德鲁伊的装备，假腿电锤。他这种德鲁伊往后期打，声音会很小。没声音的，军团一个节奏就没了。对，很弱，跑得又慢，现在。视野。他们这把也要赢，肯定是要看火猫的。上路，靠怪了这边。有没有机会单杀？别松懈呀，老。别松懈。感觉乌鸡是一直在找机会的。一生变成管酱油了。一
神在蹲一波呀，他在蹲一波，没毛病啊，他总不可能去打钱呀。B 神也在出挑战吗？他跟土猫怎么都在出挑战？节奏加快，这把 IG， 这都是比较前期的装备。这边前四爷一直在找机会。B 神跟土猫的出装有点冲突，好像。对啊，出一个挑战第一只就行了。嗯，他自己也怕吗？都是想上高啊，他们这个出装。都是想上高。肯定是想上高呀。想上高，一个笛子也够了。中路阿塔逼近这边，欧吉斯把上路阿塔带了，欧吉斯想直接走高了，最后一个外塔不要了。能逼波高吗？这波高肯定是要逼的，对，至少把人打回来。对，都踢了，都踢了，回来了，回来了我就走呀，不走吧。感觉 IG 这个加速啊，就一魔，我有个地火砸下来，军团决斗，火猫一魔 BKB 摇打，两个瞬间死亡。火猫这边军团也是被打成了空血，有点危险，但是土猫大招震死了史蒂龙，猴子还不肯走出大招范围，猴子震死了，土猫博瑞克斯波波卡，又是波波卡，博瑞克斯大招打满了。突破了猴子，关键猴子没有摆出来。这是五幻四，零幻四，零幻四，零幻四打了一个V杀技满活。对，零幻四打了个V杀技满活，还有B高这边给影魔加血，会把那个塔拿掉的。开个塔防，谁帮影魔扛一下？小熊吼一声，感觉推不了了，这个塔不好推。要走是可以走的，打了一波零幻四，零幻四打了V杀技满活，等下一波沃洛克有大的再来。四爷这个斧王脆如纸呀，他这真正讲没感觉呀，一下就倒了。他也很绝望呀，他能怎么办呢？他需要一个 BKB 可能会好一点点，也就那么一点点。他其实他也很绝望，他要上。他刃甲可能和 BKB 都一样，我感觉该死的得死。他出了 BKB 减甲太多了呀，毕竟这边该死的还是要死，该死的要死的。关键是军团刚才是第一时间就决斗到了火猫，也是非常的关键，把火猫关了。被经济又打上来了，领先了六千了，你也领先三千。感觉 IG 就等沃洛克大招再来一波了，刚才那波团战是打得非常漂亮，看得出来正面团战无论是先手后手 IG 都有的打，哪怕被对面打了先手 VS 可以就换。哎，决斗、哎，嗯，差一丢丢，这个不错啊。土猫差点前第一次。德鲁伊这边是大电了，这段时间德鲁伊装备还是跟得快啊，他这几波才没死，这兄弟刷起来了。他现在输出还挺高的，大电锤。哎，这边。进野区了，楼跳，感觉到了呀，扫了个流氓，扫到了，那就没有机会了。感觉这波不能强行上高了，德鲁伊输出太高了，而且德鲁伊给那个防一个大电，加上那个刃甲，对，这波是肯定不能上高了。如果要上高，要在外面把德鲁伊抓了，德鲁伊有大电锤，等个盾吧，盾还要一会啊，有 VS 影魔打盾挺快的。天辉上塔正受到攻击，但这把这个猴子晕锤出的有点早呀。他这把玩的还挺好的，杰瑞克斯。杰瑞克斯挺肥的，他这个晕锤出的有点早，我真的说。你是说他不该出来是吗？肥了呀，风格是说他肥。他这个角色是劣势呀，他不该这么肥呀。他就是上路那一波抓了两个人呀。而且他每波团他都没死，那几波团互换了，那几波团他全没死。这胆子好大！又上高了吗？又上高了。讲道理 ，IG 这个阵容出装就是想上你高呀，你们跟那个双刀。哎，死亡这个时候他 TPCD。他第一时间没有办法站好位置，好了，这边没有塔防了，好了，没有塔防了。
小心斧王跳火，哎，他踢的是火，对，那个推推泉水，怕好吧？他吼人还想回来，我去拿奥数符，先把塔拆掉，然后拆火锅，可以，可以去拆火锅等盾了。走了走了，等盾，拆火锅，拆火锅等盾，风险没那么好破路的。路肯定不好破，这个塔拆了就很赚了，能拆火锅。扎稳打呀，慢慢来呀，扩大优势呀。现在版本的德鲁伊，他这个狂猛都不敢随时开，你知道吗？他不敢开，他怕真的开了开了之后打起来了没狂猛，他很僵。持续30秒 ，CD 45秒。好焦灼，好焦灼。有机要开雾了，眼下开雾吗？眼下开雾。眼下开雾 ，IG 可以接这波团，站好位置。上个高地，高地等，高地等。可以接这波团。影魔卖一下，影魔卖来就打。影魔稍微卖一下，影魔卖一下 ，VS 换。这个眼也看吧，不过这个眼也很到位。哎，这边 OG 的视野反掉。OG 看到人多，他应该不敢乱冲了。不敢去了，不敢去了。他不敢冲了，肯定知道上面有人。他不敢冲了。这个高不冲的，那就直接灭亡了呀。没刷盾，看了一下盾还有20秒钟。等盾。军团也是 B 和 B 的。IG 要出两个笛子，我操！对面的魔法输出没那么高吧？火猫、死灵龙吗？双笛子，好狠！就火猫吧，火猫、死灵龙。放弃了，死灵龙放不出几个 C 的，那上来 C 两下就拍死了。他的输出也是鸟呀，鸟的普通攻击啊，其实。哎，这边 IG 选择直接打盾。打盾没毛病啊。打得很快，来不及，这边来不及。这边想带个塔。不知道你还记得还记得哪个？我、哦、有个大电的输出，好吧。大电锤。出装就是欧里高呀。这个猴子躲得好呀。对，这个怎么看都看不到的一个小草坪。哎，这个小草坪。这里黄，这里野黄，万一被看见了，倒地了。斧王好了，影魔，影魔火进来点，把影魔拉进来，决斗，把猴子决斗到了，猴子可是 OG 打团绝对主力，他猴子秒了，他不能买，把他看了没？魔币被逼强拆，他那个眼，他那个眼太关键了，套了个大勋章 ，A 不动 ，A 不动，开个塔防，德鲁伊 ，A 影魔，影魔有大勋章，能不能把这一路拆了？加个盾。感觉换德鲁伊打了，换德鲁伊，一个 TC 路还是破掉了。破路 ，BKB 斧王再好，两个救一下影魔，救人，救一下，没可了，没可加上来一颗血，沃洛克立了大，还有大招沃洛克立了大，但是应该是还要打吗？对面也怕，走了走了走了，对面怕死了呀，绝对主力猴子，先破一路再说，抓个猴子太爽了，猴子绝对是首高主力，他这个装备。现在 OG 很急，急着出来要找人，找机会抓人，急得卵痛，很急。还是有大的好。没看到了。想破下塔。但是这边乌洛克有大呀。天辉中塔。哎，看到我，下秒影魔三魂冲脸。影魔第一次 BKB 被斩了，打死了。猴子猴子打死了，决斗火猫，火猫打死，猴子大里面，猴子被打出去了，关了德鲁伊，德鲁伊，一个锤，全了全了全了，被踢了被踢了，我一个吼，四爷过来救驾，缠了缠了，打到了 B 身，但是这边连接能不能打死德鲁伊？打死了，漂亮，全部都在溃败，全部都在溃败，沃洛克没死，再一刀，一换四，学生。小学生的三杀，德鲁伊在基地被烫死了，他被致命连接打死了，他也致命连接，他是那个那个 W 好像在泉水死的，就致命连接打，灭亡了灭亡了，这一波 OG 一换四，毕生多久没登过机了呀？该登机了呀！我操，急速 IG
看一下经济差吧，经济的话领先的压完。要单吃猴子。瑞克斯。连杀。我又想到了那一幕，全场高喊 IG。峰哥有没有感觉？小学生这三好屌呀！这是中国的主场，万人体育馆。以前我们去的外国的主场呀，对啊，中国的主场没怎么感受过呀，老铁。我感受过外国的主场。以前是什么 USA？ 我操！对呀、啊，拉比，中国主场好像没怎么感受过。以前是拉比 ，USA 还好，主要是拉比。拉比呀、啊，咚。现场今天的观众应该是坐爆了的，满爆了。满了呀，肯定拿满了呀。马上撒蛋，大球，我只要漏起来，有原始在他。哎，这波也双倍，大球是，大球是大邪了，卫士锦甲，啊，双倍吉祥兵，非常团队，你看他们什么团队装都有，土猫还在出祭品，两笛子大勋章，我操，土猫还在出配个大梅肯，哎，他有那么怕法系吗？我老可以买了一个斗篷，大电呀、啊，是了。打点输出能打这么多输出吗？无限电的了，俗称电了不掉血，好是不掉血，不太掉好吧？变开了轨迹之物的 OG 现在已经有点慌乱了。现在 IG 下路集结五人。想抓一个吗？还是？或者说等个盾，最稳的就是等个盾。这边一摸差一差几百块沙弹，军团也是差一点点强袭。盾还有四分钟，等个强袭，等个沙弹吧。比较稳，比较稳。如果等着等着离盾快刷的时候，那顺便把盾也蹲了，然后一波强势推高。波波卡也是马上祭品了，差几十块钱。看一下OG这边有没有什么装备更新？斧王2000存款，火猫在做林肯，史尼龙。小勋章这边大勋章，猴子这边是在做引刀德鲁伊，魔龙枪在做金箍棒，一直在爆输出 ，Lotel。但是他被换到了绝对大，他一直秒死。土猫祭品应该是有了，你摩擦一点沙弹，他们等这个沙弹就要推了。还是说还要等个盾呢？沙弹是，反正这关齐全了呀。是吧？大梅肯、笛子、祭品、强袭全有了。什么团队装都有。沙弹一摸。你还少个莲花。二十级，把天赋一点，攻击上来了。多少攻啊？374，配个 VS 光环。400多。这波提升的很强，提升了一个天赋，提升了一个沙弹。看 VS 的外多少攻，我操，400多。我觉得这也强袭了 ，IG 这波上高了。来了来了来了，没有等盾，这边盾还要一会。觉得不用等，这一波真的死不了。是挺强的，是挺强的，但是别不大意好吧，还是不大意。不要乱冲就行。看着一波猜，只需要注意这个猴子，别被猴子这个大一直晕就可以了。看着一波猜，躲在后面。这棵树，解掉。踩得很快，忍不住了，视野。他大放过了，退退退，开刀 ，IG 退，退出来，能退出来。IG 怎么没退退棒啊？突然发现问题。换一下。等猴子没大了再开团。大好吧？等猴子没大，等猴子没大。可以。稳健了，稳健了。这波 IG 是交了 VS 的换。猴子没大，太好打了。主要输出就是猴子大呀，现在火猫什么德鲁伊都没什么输出了，两个看着一摩擦就可以了。OG 开悟了，这波他们是想打的。是 OG。王跳过来，推推。哎，能换吗 ？BKB。一摩有 BKB。一摩顶出 BKB， 还有沙弹。猜猜。长期 BKB 长猜。我洛克列了一手大，土猫一脚踢。我打我洛克，逼我打下来，我直接对我。大血一开。我选择买符。军团绝对把德鲁伊，德鲁伊死了。德鲁伊也是满活，但是两路已经破了，而且军团也死了。零换三，这边两个满活，要不然一波还有沙弹。沙弹有沙弹，有没有沙弹？根本不。
他们打不过一模。VS 用这个万花大招吹一，要吹吗？买活的 W 一被军团砍死了。Double Q， 小学生最后一个冲神，谢谢他了，真正的灭完了。讲道理，灭完了，看、哎哎，前四爷三杀，闪、哎、到四爷，一模一模，绝对特师，魔，我操，一模刚住了，机枪没有操，刚住了，大学，看一下 B 神的表情 ，B 神快受不了了 ，B 神要爆发了 ，B 神要爆发了，开现场了。这个影魔还是毅力不好。来看现场了，看现场了。我记得上一次燃烧哥拿冠军是什么时候了？很久没有见到我 Burning 站在最高的领奖舞台上，迎接全场高中观众的呼声。这一场的 IG 发弹在手，这个大球已经在德鲁用肉身扛对方熊德的输出，但是他现在打人一点都不疼。好想听到那种声音 ，IG， 哎呦，站在高点前面吼了一下，来路了还不追 ，Q， 超级兵的呀，老铁，我很顽强，我很顽强，狗爷惨惨呀，妈的，要真的顽强，简直是感人肺腑，3-0，前面用巨鞭去留对方的人，让影魔来拆这个建筑物，拆掉，现在是三个兵全破，超级兵已经涌现了出来。猴哥在出到晕锤之后，由于对方抱团十分的紧凑，没有给过他任何的机会，现在还想再血拼一波，有没有反应呢？好像是没有的，但是他引刀时间不多了，引刀时间不多了，被迫开大，直接放一个大招，能跳出去，先跳走，一脚踢，没踢到，猴子跳了回来，这个盾影魔已经收掉了，马上决斗秒掉，秒掉这个猴子，影魔这波冰眼发弹带盾，对面打他已经完全不掉血，这个影魔是一个无敌的存在。上面，我们看上面曙光，还不超级差一点点。佛王残血，我们想过来拼带走，但是这边他的输出完全打不出来。IG，影魔的输出根本就是激动，很激动，非常激动。哇，差3-0，牛逼！3-0，关键是恭喜 IG， 3-0拿到 DC 的最终的冠军。大魔王 IG 没有能阻挡我们 IG 前进的脚步，恭喜 IG， 恭喜吉祥兵。我们把画面交还到分析台。开心，吉祥兵插上 S 风卡的精明小将，在大球和风铃的带领下，也是拿到非常有分量的一个冠军。恭喜冰皇登基，恭喜 IG 3-0强势战。在下九品芝麻官小小龙。IG 也是不容易啊，真不容易，好久没有看到 IG 拿冠军了。是的， IG 这个队前中期打太屌了，好吧。大乔说 B 神这个奖杯你的，去拿这一把辉耀，好吧，看看 B 神，不是辉耀了吧，不是辉耀了呀，老铁啊，怎么有个这么小的灰呀？哎，这个奖杯怎么这么小呀？这是什么呀？打野爪。然后这里有双打野爪子，哎，防了，老铁，发现了 ，OK。nice 呀，我操，好有感觉，看别人拿冠军好有感觉，是不是有种带去拼一下的冲动？
热血澎湃，好吧，四个字，热血澎湃。冠军属于谁？好的，非常非常的激动，那么也是恭喜 IG 战队将我们本次 DAC 的冠军奖杯留在了中国。我现在我已经是很久没有在中国的本土见证我们中国队捧起属于我们自己的冠军奖杯了。那么在这边再次让我们欢呼 IG。 OK， 那么恭喜 IG。 那么简单的进行一下采访，逼神，事隔这么长时间，然后作为一位老将再次捧起了冠军的奖杯，现在的心情怎么样？很激动，也很感动，感谢我的队友，感谢所有人。现场的观众热烈要求你给所有人比个心，可以吗？要不然IG的队员一起来好吗？意思好的，这是一颗中国心。那么也是再次恭喜 IG 战队。那么下面让我们有请完美世界首席运营官卢小莹为我们的冠军颁奖，掌声有请。那么我们这一次为冠军准备的礼物是具有中国传统文化的印章，在上面镌刻着每个选手的名字，也希望 DAC 能够在每个玩家心中留下美好的回忆。有请我们的领导。接下来请各位媒体见证这难忘的一刻。那么也是感谢所有到场的各位观众朋友们以及网络端的观众朋友们对于我们本次2017 DOTA 2亚洲邀请赛的大力支持。那么至此2017 DOTA 2亚洲邀请赛就要结束了，让我们下一届不见不散。OK， 六点就结束了今天的比赛。今天5-0呀 ，IG 5-0呀，是吧？五连胜，我操！完美谢幕。IG， 结束有点早。OK， 现在去打单排，还能不能碰到那些外国选手啊？应该没人打了。颇有感触。不过 IG 这个队夺冠也好，因为这个队前中期打得太凶了，不像别的刷刷刷刷刷往死里刷。IG 是打进攻的，对对， IG 就是不停的进攻压制 BD 塔。IG 前期打得好，那句老话好吧，打得好，天下武功唯快不破，要干要快。
妈的，每次看别人打比赛就是手痒，然后再看一下自己英雄池，土妈大圣不会玩。你知道我是什么心情吗，呆龙？练呀，练不出呀，雕哥。那你我练了，土妈也练不出呀。那就放弃这两个英雄吧。讲道理，没有实力，有梦想没问题啊。你不能打不过，想都不让想呀。好吧，马上我们 OB 也要干了，比赛。我刚才看了一条弹幕，他说了等待 OB 的只有17号的深圳 OLAF。17号，我们把他们按在地上打呀。哎。这个比赛我们拿个冠军吧，老铁们。可以可以。看了这次比赛，我很有心得，好吧？我感觉我的实力回来了。好吧，我们队好吧，前中期一定要凶，凶狠，学 IG 的，我操，不停的逼他，我实力逼。哎，逼死了怎么办呀？逼他。哎，我先把 ID 改了，我操，终于他妈的打完了。OB 之，哎，不过我挂这个 ID， 我打了一波9连胜呀，老铁们。算了算了，我先不改了，我连败了我再改，就是这么心结，好吧。所以我们好吧，看了这么精彩的比赛，我们 OB 也是报名了一个小比赛。这个月的17号到24号小组赛阶段，19号到25号吧，应该是淘汰赛。我们 OB 也想重新开始打一次比赛，我们也是太久没有打比赛了，这个比赛看的人非常的热血，等待我们的有很多，深圳 Wolf 等等等等。我要去打单排了，我操，我要打单排去，先练练技术。